随着命令的下达，演习正式开始。空军航空兵、陆军航空兵、装甲步兵、炮兵、防空兵等参演部队快速机动至预定演习区域，分区分层错时错位开展联合实兵实弹演习。在战区统一指挥下，各参演兵力按照作战编组体系出击，协同作战，精心筹划组织联合武装警巡、联合侦察预警、联合空防管控、联合火力打击等实战化演习。同时，多个火力打击群快速进入预设阵地，对临机指示的目标进行分批次、多方向火力精确联合打击。随着防空警报响起，防空作战群迅速建立立体预警网，快速搜捕锁定、打击拦截空中来犯目标。由远程多管火箭炮、车载自行加榴炮、迫击炮等分队组成的地面火力打击群快速占领发射阵地，各型火器交替发挥火力，分批次、多方向对隐藏在山岳丛林中的火力点实施精准火力覆盖。3、2、1，爆炸！多轮火力打击后，车载自行加榴炮分队立即转移阵地，到达新的预定区域后，迅速组织阵地构筑，完成弹药装填，对临机目标实施猛烈火力压制。101号目标飞驰，3、2、1，放！多枚炮弹呼啸而出，扑向目标阵地。经过多轮火力打击，精准摧毁目标。据现场指挥员介绍，这次演习实战性强，预设多种情况，实兵实装拉动，远程快速机动，多天连贯实施，重点检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、精确火勘、立体风控、联合打击等作战能力，展示了解放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意志、胜战能力。